通通都有，啊，也有树附在花上就变成花神，啊，那个花给人看也是供养的，啊，也都是，这个是果报，啊，不能避免。那么第二是蘑菇、木耳等菌类植物，是素食者常食的，身为草菌被吃，与堕入畜生道有何不同？不一样。这个素食供养之后啊，它的灵就离开了，啊，不像动物，动物对于的身呢非常执着，啊，它灵没有离开，它被杀被煮的时候还有痛苦，啊。不像这个植物，植物的时候你一采取的时候它就离开了，啊，这个报啊就轻，啊，投胎到动物的时候报的就重，啊，那么我们吃用这些菌类啊有没有妨碍？没有妨碍，所以你在吃饮食之前，为什么要先祝福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念供养咒。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报答他，啊，那同时我们还念佛，啊，念佛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啊，这个意念给他最好。啊，第五是有没有神灵啊？依附的植物、矿物也能感受人的意念，有，啊，这个是一点都不假。你看那个江本胜水实验。你就明白了，啊，所以整个宇宙，啊，连这个石头沙，这个沙石，通通都是有机体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是法相，法相是法性变的，啊，性有见闻觉知，啊，相有色声香味，性相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所以佛为什么叫我们一切恭敬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我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植物矿物不恭敬，也是对法性不恭敬。对法性不恭敬，换一句话说，对诸佛如来不恭敬。啊，处处保持一个恭敬心呢。恭敬心是信德，啊，能常常这样想，你的善根才能发现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《现代因果实录》中说，在家弟子如果吃三净肉，决定不能往生，而且平日读诵的佛经及佛菩萨名号也无用，不知此语是否正确。如果平日吃三斤肉，但行为准则依教奉行，是否能往生？我想应该可以往生。啊，这个往生西方净土最重要的条件是信愿心，啊，人真正能把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就得到无障碍的法界了。你说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不就有妨碍吗？啊，有妨碍是对谁呢？对什么人来讲的呢？分别执着没有放下，那真有障碍。啊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那《华严境界》里面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没有障碍了。啊，那个往生净土，那是这个十报庄严土啊，那只是上辈往生的。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时常对着眼前的一切境界发呆，也就是说面对一切境界但脑子里一片空白，
也听不到其他声音，这种情况往往可以随我自己心意持续数分钟之久，回复所有意识。请问这和一真法界有没有相似的地方？没有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无明啊。这个一真法界了，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是样样都清楚，样样都明了，就像镜子照外面境界一样啊，那个就是好境界。哎，如果说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啊，这是无明。凡夫呢，我们的脑子是两种状况，一个是胡思乱想，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是不是掉在掉局里面，掉局就是胡思乱想，就是掉在无明啊。所以佛法的这个真正起入境界叫寂寂心心，心心寂寂啊。寂寂是清净啊，平等，什么都没有。心心是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，就用心如镜，这个比喻啊比喻得好啊。我们用心呢要像一面镜子一样。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，他听说抄写一遍经文的功德相当于读诵经文一千遍，是真的吗？我没听说过啊，我只听说古人讲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。但是现在人有人读书万遍意思还是不见啊。那见与不见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清净心啊。念书念千遍的时候他心定了，定生慧啊，啊慧自然就什么都了解了啊。如果你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，你有意想求啊，这个求这个果报，那个意就是障碍啊。所以曾经有人问我了，念佛啊，他说我念佛呢能不能得心不乱，我说你这一辈子别想了，不会得心不乱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你那个一心不乱把念佛破坏了，你怎么会得心不乱呢？你把一心不乱忘掉了，丢掉了，你就会得心不乱啊。只要你有求，那个求那个愿就是障碍，这个道理要懂啊啊。你真正去念书的时候不要求开悟，水到渠成啊，到时候的时候豁然大悟。天天念书，天天修，想求开悟，念一辈子开不了悟啊，就是这个妄念在作祟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那么这个世间人啊，我说到这里，随便给大家说说。中国古谚语常讲啊，一生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因果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因果的人啊，人就很规矩，就很老实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妄求啊，求不到啊。妄求是什么？是造罪业。妄求求到了还是你命里有的啊。你说求财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啊去求财，财得到了，那是命里有的啊。我去偷，我今天偷到了还是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的偷不到啊。哎，还没有偷盗啊就被警察抓去了，命里没有吗啊。所以你偷来的好，抢来的好，用什么手段得来的好，都是命里有的。你说你冤不冤枉啊？你用正当的手段，可能呢你来的时候比较慢一点啊，晚几年
你用不正的